这样的女生，我要一辈子的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一辈子保护她，所以我才有冲动和她私定终身，希望伯父谅解。他的魔力呀！啊，老爸，我还没同意他们交往呢。哎，我们家谁最大？爷爷，听到没有？我最大，所以啊，我代表同意就可以了啊。哎，老爸，可是我是他爸爸，我还你爹呢。何群啊，真没有想到你会看上我们家小诗，算你有眼光。不过我们家小诗也很有福气哦。何群，我们家小诗跟你交往真是高攀了，请你多多包涵啊。千万，我又没有讲错，人家是偶像啊，我们家小诗什么也不是啊。对了对了，偶像，难得你大驾光临，可不可以请你们跟我拍张照？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拜托你去切。这边这边，好嘞。像在哪里？这边这边，这边背景比较好。OK OK， 好嘞。啊，对，还有这个，大嫂，人家是客人呢。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不用多久，何群就是自己人啦啊。就是嘛，自己人。这么多，大家再切。啊？我可没有同意这门婚事啊。我爸，只有你没有答应哎。我也反对啊。你反对什么？你又不是小事的什么人。就是啊，我早就把他。你家人的感情也讲得这么好、啊。应该是这么吵吧。吵呢？吵什么吵？你，臭小子，你身为一个男人，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女孩子彻夜不归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？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？伯父，很抱歉。哼，一句抱歉就想把我给打发掉啊？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父亲是议长，就可以对我们这种小老百姓随随便便的胡言了事。年轻人不学好，搞什么东西嘛？伯父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保证不会有下一次。哼，还有下一次啊？你们竟敢私定终身，眼中还有你父母吗？啊，你们的眼中还有我吗？告诉你，你如果真的爱小诗，你最起码应该尊重小诗的父母吧。哎，还有爷爷啊。伯父，小诗是我见过最真诚的女生，对自己的情绪，她毫不掩饰。难过的时候，她会掉下眼泪；开心的时候，她会开怀大笑。跟她在一起，我觉得很自在。我不需要伪装，我不需要扮演别人期望的合群。在她身边，我可以做我自己。这样的女生，我要一辈子的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一辈子保护她，所以我才有冲动和她私定终身，希望伯父谅解。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所以你应该了解。伯父，我懂，谁家女儿不是宝贝啊？我一定好好的照顾小诗，对待小诗，你放心。演得跟真的一样。何君，小诗就交给你了，如果你敢欺负她的话，你就给我小心一点。大家都饿了啊。孙女婿啊，既然来了我们店里面，
就该吃我们店里头最正统的意大利面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来，这是我们的 menu， 里面每一种面呢都是爷爷拿手，青酱、白酱、红酱，然后焗烤，哎呦，爷爷拿手的很了，来来，快点选。微笑 pasta， 不定期供应。我可以要这个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小诗啊，就看你的了。哦。小诗是我见过最真诚的女生，跟她在一起，我觉得很自在。这样的女生，我要一辈子的把她留在我的身边，一辈子保护她。做的意大利面能吃吗？请享用。这就是微笑 pasta。没错啊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但是得说是抄袭。你干嘛管别人？你又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活的。你要先喜欢自己，再去想想要不要讨好别人吧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意大利面。哦呦，这不容易啊！只有我们家的小诗才做得出来的啊！